他平均还单身。哼，他表示不是，不是。现在是有交往，我一直都有很多对象。哦，我就其中一个。我认识的对象。我的家里一直都有很多的情人。他是喜欢狗狗的吗？我喜欢猫。喜欢猫？啊。有，我剧里面跟一个小弟弟，嗯，他现在好像24吧，24，小小的，所以有一点弟弟，对啊，很可爱，所以你不小心怀孕的那个不是？不是，他喜当爹，后面的捡起来，对。那你会排斥就是结婚前怀孕？我好像不排斥哎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怀孕的话，是我跟这个小孩之间的事情。嗯，又不是你发现。如果说那个男的是这样负责的，你就会独自一个人带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，其实我可能也会做这件事情，因为说真的，你要结婚的话，两个人要成为一个家庭的话，这个小孩两个人要共同抚养的话，就是需要很多的意见跟两个人的磨合的。但是如果是你一个人带小孩，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人的意见。我想，两年多，他平均还单身。他表示不是、现在是有交往，我一直都有很多对象。我就其中一个。我认识的对象。我的家里一直都有很多的情人。我喜欢猫。啊，我有好多好多猫哦，每天都跟我家猫一起睡。你讲我比较喜欢猫。没有，我一直都喜欢猫。你都喜欢猫？我一直都养猫啊。大家一直误会这样。我蛮喜欢狗的，但是我后来养猫之后，就是猫比狗好养，其实。如果另一半喜欢狗，你还是会帮忙把屎把尿清一些大便之类的。